相来修外形，来修就是要顾好咱这良心，把心的起心动念嘛，要真注意啊。外面咱的心行为义啊，咱要好好照顾。所以这是内外内修外行，内修都要下功夫啊。外行呢，就是咱内心有修得好，自然的现在形象灵，开口动舌，举步动脚，顾好咱的心的动念啊，这叫做修心。修心学分就是会当学到佛功课嘛，万德庄严，具足慈悲智慧。有德行的人，那无有慈悲智慧，谈什么德行呢？所以慈悲智慧从内心起啊，德行呢，那就是咱平常待人接物等等啊所做的行动表达出来，这叫做德啊。所以万德庄严啊，都是爱修行的地方咯吼。咱爱时时内心敬仰着法啊，心在法中，行在法中，咱唔通离开迄个法。有一个时阵，佛陀啊，对啊，迄个极高独观，向着伊个弟子伫咧讲法的时，那佛陀提起了一个比如啦，伊爱所有的弟子好好培养慈悲心。有一处阿修罗向色体梵音挑战，但是色体梵音伊已经受佛教，也也受敬重佛陀的教法啦。虽然阿修罗断不断来挑战，色体梵音认为唔通去伤着其他，所以伊就哪走哪退，来闪避阿修罗。两边向后退呢，看到一张树真大丛，这是平时色体梵音啊，常常出来行看。所以才已经有鸟啊，在那里在作秀啊。按照那个时辰啊，这鸟在这不能，应该呢
内底的鸟仔囝将得要出壳的时哦。是伫这个所在惊动，这个鸟鸟兽呐落落来的时，鸟的命就休咯。哦，不可，实体反应马上来讲，回头吧。妹夫讲，阿修罗也阁是伫正面呐。色体反应啊，就讲你看，这丛树有鸟啊，底下伫咧做秀啊，迄、那个秀的内底呢有鸟啊，咱的车，那搁再往前行去呢，鸟会受惊，早会落落来，损害性命，千万不可不可，世尊如是说啦。就是爱尊重众生的性命，我宁可呢用我的身躯回头呢来对付阿修罗，还是坚持回头呢？阿修罗啊！看到色体反应啊，想我忽然间的人马崩溃，阿修罗呢惊到啦，是不是色体反应啊？诈术，如果回到当来这个世人呢，会真大啦。所以阿修罗嘛惊到啊，赶紧的往后啊，散兵离开啦。佛陀呢就甲这比丘讲：你看，色体幻音啊，他就有这个慈悲心吗？自然呢，解开了就。观的恶难尽数消失啦，甚至呢，一丛树的鸟命也得救啦。色体反应是天主啊，都会当为着故修慈悲，体谅阿修罗，何况咱大家人，伫咧修行者呢？慈悲智慧都爱兼顾啊，平时呢都是爱保护众生的性命，这些佛陀的结果都按向伊的弟子所讲的法，佛陀呢为着教育众生，开发慈悲，甚至呢开启智慧。无不都是用譬如言辞种种方便来教育，也应机祷告，应时代，应人类，应种种生活方式，安尼呢来施教法哦。所以不都是时啦。不论什么款的时代，在什么款的人种，什么款的心性中都有，不只是人类哦，佛陀啊，本性经历啊，也是有啊，在六道的内底呢，不管是天啊、天道、人道啊，或者是呢三恶道中。地狱五鬼畜生，佛陀呢，同款啊，也捌安尼出现伫迄个所在，
用种种无所方便的力量来说话啦，这要安怎来教育众生？就亲像佛陀你向弟子讲法的时候，大家人爱慈悲哦，爱尊重生命。后尾安怎慈悲尊重生命修行者呢？敢有啥物机会好去慈悲？安怎样尊重生命？那佛陀就指出了色体梵音啊，尊重法啊，修法，伊都会晓讲，要去听受这话阿弥的性命，亲像这叫做譬如佛陀伫这个所在讲话，譬如过去的色体梵音，和大家人更加了解，慈悲心就是阿弥，所以啊。这个道理必定要有书来显理嘛。总共一句佛法啦，就是要让咱真透彻了解，了解了后呢，咱来真实修养哦，才有法度呢成就世间一切的善事。所以真多法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爱好好时时。用心啊。